拌了，炒腊肉和青椒，然后再炒点那个革命菜就可以了。就是有革命菜吃了，夏天野菜特别多。放完嘛，放完那太酸了，不酸现在啊，多放点，放完不酸，嗯，不用放完，太酸了。看这个西红小西红柿，这是我们自家的，来放冰箱，你要是放完就肯定酸。那个奶打汤太好吃了，你这打个蛋汤吧，蛋汤打西红柿不好吃，打西红柿不知道拿来怎么打汤。没有盐，没有盐，嗯，你吃辣椒吧，肉有盐了，你吃辣椒，那就吃一块肉，肉是有盐的，还放，那辣肉本来就不不咸的，哎，可以，我的，哇，这锅好多油啊！没菜吃，吃野生的。里面菜这个炒的比较好吃。吃饭了，弄了一碗胡辣椒，还放了那个香椿，把这个汤开了，烫一下就可以。打了个蛋汤。吃饭，吃饭了，饿了。好想吃，谁要吃那个饭呀、啊？明天又去。那个饭这么好吃，我吃了三碗。真香啊，这个香椿。不饿吗？你爸给你吃什么了？吃两根香肠了，然后饱了，还有那个，哈密瓜，吃饱了，吃了两个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太不看你了，我想。就是，不是外向饱，有肥才饱；我内向没有肥才饱，我内向没有肥才啊。是的嘞。说的这么贱，怎么不坏？你把那个辣椒当菜吃。香。香啊，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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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修铁车。噔噔噔噔噔噔。还是这个舒服，非常好吃啊、嗯、这个我们那边他们喜欢弄凉拌，把那个鱼炒了，然后拿凉拌，凉拌好吃、啊。